该出发了。朔风解印，创生之法，这个如何？真有乐子。往返自然，朔风解印，你是剑鱼二番队的队长，我认得你，多亏了你，海奇岛才有现在。我虽然不是剑鱼二番队的成员，但当初在踏北沙的时候我就见过你了。当时两军对垒，你在阵前比武中单挑好几个幕府武士，帅得不行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我在所不辞。大家很浮躁啊。确实，我也感觉到了。可能是大家还没有从战争中走出来吧，那时候在战场上随时都可能牺牲，每个人都很紧张。突然战争结束了，才发现不知道要怎么回归正常的生活。我觉得没关系，过段时间说不定就好了。别的我也不知道了，不过有珊瑚宫大人在，海奇岛就不会有事，我们都深信这一点。现在你也回来了，这里就更安全了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。感觉他很热情呢，我们再去问问下一个人吧。和平，哎，最棒了。啊，你看上去有点眼熟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来着。想不起来了，但你应该不是敌人。有什么事吗？你说大家有些浮躁，有吗？我没感觉到啊。可能是因为我平时不喜欢跟别人聊天吧。在我眼里，他们一直都很闹腾。来之不易的和平，必须要好好享受才行。在这里晒晒太阳，吹吹海风，啊，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了。抱歉啊，我也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。不过你可以问珊瑚宫大人，
珊瑚宫大人什么都懂的。哇，他快要睡着了，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了，去问问下一个人吧。珊瑚宫大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怎么能同意和谈呢？是啊，天岭风行那些家伙根本不值得相信。我还听说天岭风行的人秘密勾结愚人众，打算继续对我们开战呢。真的假的？消息可靠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们的人与愚人众交手，正好撞见了他们正在密谋这件事。我就知道，天岭风行那帮家伙贼心不死。珊瑚宫大人还是有点天真，怎么能轻易相信他们呢？嘘，小点声，有人来了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队长，你回来了。我说，刚刚的事情能跟队长说吗？还是不要吧，他也是珊瑚宫大人提拔起来的，说不定也主张和谈。队长应该理解我们吧？哎，不过小心一点也有道理。欢迎队长回海西岛，我们这边没什么事儿，一切安好。珊瑚宫大人现在应该在村庄里，队长大人可以直接过去。总觉得他们好像在聊什么秘密的事情。不过既然他们不肯说，我们还是先去村子里看看吧。报告队长，一切安好。找珊瑚宫大人的话，他现在应该在村子里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别打扰我休息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真是急性子啊你。说，你是不是偷偷把从海西岛采购的货运送给天岭奉行了？我早就觉得你一个天岭奉行的商人来海西岛做生意不正常，这一次你总没话说了吧？冤枉啊！还说冤枉？当时我们就不应该同意你来海西岛做生意。带走，带走。请等一下，星海，你来啦！这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快来看看吧。报告珊瑚宫大人，这个商人形迹可疑，被我们抓到了。据我们观察，他长期只买不卖，身边却一点货物都没有，很可能是偷偷运到天岭奉行去了。我没有，我。好了，各位不要激动，放松放松，跟我一起做个深呼吸。有好一些吗？宗田、内村，我知道你们很担心海奇岛的安全，但是先不管这位商人先生有没有犯错，我们至少要给他解释的权利。有错自然应该接受惩罚，无错也不应该被随意冤枉。海奇岛上办事靠的是事实，而非主观判断。
商人先生，既然我的部下提出了货物的问题，不妨请你解释一下，由我来做个评断如何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在海奇岛经商，当然也积累下来了一批货物，本来想囤久一点，等下次涨价的时候卖出，却没想到被鱼人众给打劫了。哦，容易吗？风里来雨里去的，货被……哼，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那也不能证明他的货就是被鱼人众的。再说了，天岭奉行和鱼人众还有勾结呢。啊，天岭奉行勾结鱼人众，这是哪来的消息？我……再说，就算他们有勾结，战争都已经结束了，天岭奉行还会继续勾结鱼人众吗？不久之前我们还见了九条家的明代，现在的他应该不过刚刚来的路上，那些士兵好像也在讨论这件事。确实听到了这样的汇报，再过不久就是我们与天岭奉行之间的和谈了。这次和谈是审理家族，我和九条沙罗会各带一些侍卫，好好商讨一下关于未来。但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，我却听到一些传闻，九条家与鱼人众很可能还存在勾结，他们想撤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和谈就可能是陷阱，甚至连审。这位商人先生，你去。是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，鱼人众抢了我的货物就往那边跑了。那好，事关重大，不如我们帮你把货物找回来。但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证明鱼人众和天岭奉行有所勾结的话，我没意见，多谢珊瑚宫大人出手相帮。松田、内村，全听珊瑚宫大人吩咐。那就好。旅行者，不，剑影小队二番队队长，能请你和我一起调查此事吗？那就让我看看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新的成长，我也会教你一些我擅长的东西，跟我来吧。如果能在鱼人众手里找到货物的话，应该就能证明那位商人的清白了吧。还有那个鱼人众勾结天岭奉行的传闻，我们也必须要好好的调查一下才行。老实点，别东张西望的。哼，等珊瑚宫大人的调查结果出来了。逗留够久了吧，再不活动活动筋骨要长出蘑菇来了。商人所说的鱼人众营地应该就是在这里了，从布设来看，这里应该曾经是一个丘丘人的影。哇，感觉戒备很……直接突破恐怕很难，不过没关系，此处地形对我们有利，敌在明处，我们在暗处，正是使用计谋的好时机。以我之见，不外三种对策。第一种，擒贼擒王。鱼人众在道七的势力暂时不成气候，若是能够自高处飞下，率先击溃其中的首领，那么咱……第二种，借势而为。你看那边堆积了一些，若是在他们没有发觉的情况下引爆火药，会给他们带来猝不及防之下，对方必定会军心动摇。最后一种则是善用地利，此处近海，水气氤氲，我可以牵引周遭水气。不愧是星海，这么快就有办法了。这三种方案的主要差别，从上方空降奇袭大营是最快的方法，利用爆炸使对方瞬间减员，则不需要正面苦战，但是要隐匿生；而利用地利，则必须要稳扎稳打，可能会演变为持久战。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战术？不愧是剑鱼二番队的队长，对自己的实力很有。既然选定了这个战术，
那我们就并肩作战吧。我虽不是武斗派，尽快打倒他们，然后将商人的货。解放绽放吧，帮帮忙，才刚刚开始，熟悉无恙，往返自然，这个如何？没有结束。休养生息，朔风解印。刚刚制定的战术有些不一样吗？无妨，战场局势复杂多变，也不必拘泥于已经制定。嘿嘿，打起来之后乱糟糟的，从结果来看也不错，说明你们能够真正做。不过没想到愚人众竟然借丘丘人的营地为掩护，悄悄在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好好调查一下这个营地吧，如果那位商人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先四处看。你看这一堆是不是要找的货物啊？里面有好多东西呢，有一些还印有天岭风行的标记，应该没错啦。哇，这里头都是制作炸弹的原料，这也太危险了，我们跟星海说一下，把它们妥善处理掉吧。这些是愚人众储备的食物，看上去已经快过期了，他们平时真的能吃饱吗？星海，星海，我们找到商人的货物了，你看。啊，哦，没事，只是稍稍有些走神而已，让我看看。确实，这些应该就是商人先生丢的东西了，粮食。药材、农耕用具，都是战后急需的东西。
他囤着这些估计是想卖个好价钱。不过天岭奉行应该不缺这些东西，他倒确实不至于把这些运回天岭奉行，多半只是个投机的商人而已，没有松田和内村说的那么夸张。但是故意囤积这些必需品明显也是个坏家伙，我们就这样把货物还回去吗？总觉得有点不舒服。放心吧，这种情况我已经考量过了。在最新的战后临时法令中，我限制了必需品的价格上限，这些东西最终还是会以合理的价格流入民众手里。如果他能早一点读读法令，应该也不会遭此无妄之灾了。嘿嘿，总觉得仙海什么事都能算到呢。太夸张了，就拿眼下来说，关于天岭奉行勾结于人众的传闻，我就没什么头绪。正好还是在能量快不够的时候。啊，新海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我们快点将这堆货物还回去吧，庆功宴就快到了，这些麻烦事必须早点做个了结。好哎，我们也想在一个和平的海祈岛上开庆功宴呢。那些是我的货，多谢珊瑚空大人。怎么样？谁知道呢？说，从愚人众营地中的信息来看，他和愚人众确实，不然按照愚人众的行事风格，应该会留下一些证据才对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。既然找回了货物，是我们鲁莽了。哼哼，我就说你们这些大头兵，平日里不干正事，还敢来找我的麻烦。这位商人也请不要得意。虽然我们证明了你的清白，但根据最新的法令，恶意囤积必需品将遭。既然你承认了这些是你的货物，那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措施，除了强制平价销售外，还有一笔罚款，数额是。停停，珊瑚宫大人，你不是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海祈岛的线人神巫女，遵循的有功当赏，有错该罚，清白已还。但你还是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这看什么看？带走带走，交罚款去。珊瑚宫大人，虽然此人说这些都是他的货物，这些印有天岭奉行标记的应该确凿无误，但其他的货物似乎并不是，特别是这一些，明显是给神社用的。应该是愚人众将所有抢到的东西混到了一起，
其他货物辛苦你们去寻找一下，是辛苦你们了。不辛苦不辛苦。不过珊瑚宫大人，虽然这次没有抓到他们的把柄，但天领奉行勾结于人众，可是我们的关于和谈还请您务必三思啊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再想想。我准备带着这些神社相关的东西回珊瑚宫。海奇岛的风土人情与其他岛屿不太一样，不知道你是否习惯呢？这个村子我也很长时间没有来了，最近要忙的事情越来越多。下次有机会我带你去海奇岛曾经的神社看看吧。其实最早的时候，海奇岛的神社并非在珊瑚宫，而是在别的地方，那里靠近海奇岛的七天神像。当时的海奇岛虽不像幕府那般尊崇将军，但随着那一刀落下，守护我们海奇岛的魔神被斩。也从那时起，海奇岛和幕府的关系就变得有些微妙，彼此之间的成见越来越。这次和谈，我本来也想好好跟天领奉行讨论一下这个问题，有些恩怨总有一天要。珊瑚宫大人今天怎么有空来这边？总觉得你的气色比上次差了，平时要照顾好自己，你可是我们最大。请放心，没事的。珊瑚宫大人，听我一句劝，咱们跟幕府军打了那么久，可不能说谈就谈，要是与他们和解的话，当初守护我们的魔神不就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，都什么年代了。我当然知道，只是，哎，至少态度要强硬一些。我明白的，此事我会再考虑一下，一定会妥善处理。太好了，那就麻烦珊瑚。珊瑚宫大人，哎呦呦，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您。我的女儿今年报名参加巫女选拔了。要是他能进珊瑚宫就好了，珊瑚宫大人心善，一定不会亏待他。哎，我常和我家女儿说，让她有机会的话跟珊瑚宫大人好好学学。珊瑚宫大人这么年轻就已经会待人处事，如果他能来珊瑚宫的话。啊，珊瑚宫大人，总算见到您了。关于今年农业减产的问题，我想跟您汇报一下。珊瑚宫大人，这位不是剑鱼二番队的队长吗？他以后会留在海奇岛吗？珊瑚宫大人，大家稍微静一下，我都会听的。不过比较长的问题，还是建议写成报告递到珊瑚宫，有时间我会慢慢批复。你还好吗？看来你很擅长应对这样的场合。珊瑚宫大人，原来您在这里，有件事要向您汇报。我们有一批祭祀用具迟迟没有送到，我担心那些东西我已经找回来了，不必。真的吗？不愧是珊瑚宫。最近的公文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下，已经放在您的。另外按排程来看，今天还有一场关于发展纺织业的会。排程？现在？啊，是的，那两位远道而来。好吧，本来想带你好好逛一逛海奇岛，看来明天我们在珊瑚宫门口碰面吧，然后一起去庆功宴，会有很多好吃的嘛。当然有的，有些海奇岛的特色美食。好耶，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啦。嗯。
还没来吗？好奇怪啊，总感觉星海不像是那种会迟到的人。我们再多等一会儿吧。星海怎么还没来？会不会我们去找那边的士兵打听一下吧？你要见珊瑚宫大人？不好意思，珊瑚宫大人不……怎么这样？倒也不是，我记得珊瑚宫大人留下来的常备锦囊中好像有应对……让我想想，第98条，有客远来寻我不见，可来南边。备注上还写了，只有珊瑚宫大人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交代，且客人身份很特别时，才能适用这一条。两位应该算远道而来的客人吧？这锦囊我一直带着，应该不会有错。星海果然什么情况都考虑到了，那我们到他说的。真的是这边吗？我怎么感觉越走越远了？你看那棵树，像不像星海在锦囊里写的？那边好像可以钻进去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在这里呀，不是说好今天一起去筹备庆功晚会吗？哦，是你们呀。抱歉，今天有点不在状态。是生病了吗？我们马上去找医生。嗯，不是了，只是我的能量。能量？难道说星？不，只是一种比喻而已了。虽然有些惭愧，但我没办法一直维持那种无所不能的样子。你注意到了吗？看来我这眼的功夫还不到家。其实我并不是很擅长做一个上位者。最早的时候，我的梦想就是跟别人说话，照顾别人的情绪，察言观色，分配利益，要让别人如沐春风，又要让他们有所敬畏。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。不如说，但是因为血脉的原因，仙人神巫女的位置终究会传到我的手里，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罢。所以当我感觉自己要扛不住了的时候，我就会到这里来。不用担心，并不会影响工作。筹备今晚还有一场演讲，不能让士兵们看出有什么端倪。好不容易争有什么我们能帮忙的吗？其实放着不管，我的能量也会慢慢恢复，但如果能听到我感兴趣的兵书，或许能更快地振作起来。我记得上次有一本书看了一半，不知道放哪儿了。就让我们来找一找吧，然后读给星海听。真的吗？谢谢你们了。果然，你们回海奇岛真的太好了。喂。这里放着好多好多，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。星海珊瑚宫经营活动摩拉流量报表，渔业产量，原来有这么多事情要处理啊。而且星海平时还要写锦囊，要接见很多人，我们还是快点找到兵书。
就是青海在找的兵书呢。今天剑鱼二番队的队长回来了，能量啊，那个是还给我看来这个也不是呢，我们还是再找找吧。你看到了吧，觉得应该就是这一本吧，你看这里还有新海放进去的书签呢，像这些就没有书签，感觉里面的内容好难懂，我们现在就把这本兵书带过去。新海，你在找的是这一本吗？我也有点记不清了，可以读两句让我听听吗？就是这个，拜托你了。新海，新海，怎么办呀？新海他好像睡着了，今天晚上还有庆功晚会呢，而且马上就要和谈了，还有很多事没有做。真的没问题吗？不过新海确实很疲惫的样子，既然还有时间，我们再陪他一起休息一下吧。福主灾厄，护佑平安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你们看，我睡着了吗？现在几点了？新海已经睡了很久了哦，马上就要篝火晚会了。这么晚了？哦，已经好久没有睡得这么安稳了，感觉这次至少恢复了三点能量值，应该能坚持到和谈结束，谢谢你了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篝火晚会。幸好恢复平时的样子了呢，真的。看来庆功宴准备的差不多了，不过在酒宴开始之前，我还得简单的演讲一下。新海的能量还够用吗？放心，完全够用。有你们的帮助，
我的能量恢复得很快。太好了，我们也会帮你加油助威的。大家辛苦了，今天是属于我们的庆功会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与幕府军的战争告一段落，也见证了衍兽令的废除。到期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，我也无法预料。但明天我将与天领奉行展开和谈，为海西岛争取和平。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努力，正因为你们的努力，我们才能打赢这一场艰难的战役。这场庆功会是为在场的每个人准备的，希望大家好好享受这来之不易的胜利。看来晚会进行得很顺利，没出什么问题，真的太好了。人在开心的时候，往往倾诉欲也会提高。可以拜托你再帮我收集一些情报吗？关于天领奉行勾结于人众这件事，到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线索。我很担心明天的和谈会不会……好吧，那我们……有我在，不会有人敢在庆功宴。有我在。以前我有一个朋友，特别期待宴会，还跟我约好。打了那么久，也该消停些了。哎，希望未来能少一点天灾人祸，每天都能像……有时间的话，多来海奇岛转转吧。有什么消息了吗？哎呀，多亏了珊瑚宫大人，海奇岛才有现在的和平。最近，我想想啊，对我们来说呀，最近的大事就是终于……之前打仗的时候，海上有好多战船。我们只能在附近捞捞小鱼小虾，有的时候收获不佳，大家都吃不饱，小孩子没日没夜的哭闹，我每天晚上肚子咕噜噜的叫个不停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好不容易才……我听说了，你是剑鱼二番队的队长吧？谢谢你帮我们打赢了这场仗，喏，这条鱼给你，刚捞上来的，别嫌弃啊。不不不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收着吧，没有你说不定我们现在还在饿肚子呢。好吧，谢谢你。要是和谈能够顺……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新鲜的瓜果蔬菜，烧烤解腻必备之选。你说天领奉行勾结于人众的事情？我也听到了这样的消息，不过你说士兵比较亢奋，我倒是也有同感。哎，看到那边那个士兵了吗？最近他就有些不太正常，嗓门特别大，没事就拿着长枪空挥几下，可吓……哎呀，好不容易打完了仗，真不希望再有什么幺蛾子。我知道的就这么多，你要是感兴趣，不妨去问问他吧。总算有线索了，我们赶快过去看看吧。哇，这个人身上……你回海奇岛了？我还以为……我们才不会跑路呢。那可难说，反抗军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没错，就让我测试一下
你到底还是不是一个合格的？不管你想问什么，打赢了我。感觉和这个人的工怎么办？要上吗？哼，等你们一。不愧是珊瑚，你的身上还有战斗的意志，也许你可以鉴于二番队的队长，你会成为。天领奉行勾结于人众这件事，其实怎么这样？谢海一直在担心的问题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可能会导致你们和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。和谈？哼，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这么想，海奇岛才没有未来可言。谁能保证天领奉行不会半路变卦？谁能保证雷电将军不会颁布下？我们反抗军最重要的就是天领奉行和雷电将军都不可信，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？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我总觉得。对啊，你说了半天，为了这个猜测，你们就编造了这样的传闻，打算毁掉很多人辛苦。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对我说教，你们为了赢下来，我们将战斗的意志贯彻到了极致，但现在要我们放下武器，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，怎么可能呢？每当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脑海，我就绝对无法原谅天灵。看来你来不及了。他似乎怎么办？事情紧急，我们还是先。老实点，总之就是这个样子。天领奉行勾结于人众这件事其实是他们编造的。他们的目标是破坏和谈，让战争继续下去。原来是这样。没事，让你担心了。是我的错，如果我能更早地察觉到他们的心情，高善所说的来不及了。我大概知道指的是和谈，虽然明天才开始，但双方的侍卫已经提前抵达了谈判地点，负责确认附近的安全。像高善这样的主战派很可能已经混进了侍卫队伍，准备在明天的谈判中暴起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要不我们先不妥。首先我们带着新的卫队前往中立地带，势必会引起各方警惕，主战派的士兵们很可能也会提前发动计划进攻天领奉行的侍卫，一样有可能引发战争。更何况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海西岛的士兵参与其中，临阵换人听上去好复杂。难道不必担心？此事既然已经发生，就由我来思考对策。那些士兵们固然有错，但过错不全在他们。无论如明天我们you
风而行。偶遇珍宝是云游四方的妙趣之一。该出发了。今天就是和谈的日子了，来，这是我昨晚写下的锦囊。这次谈判虽然错综复杂，但我仔细思考了一下，不外乎我将这些情况和对策全部写了下来，到时候你可以随机应变。哇，好厚一本，让我看看。激烈争吵，出现械斗，好多。哎呀，一想到每种情况都有办法解决，突然就放心了很多。那就好，此次和谈颇为特殊，对海奇岛与幕府都很重要，但因为海奇岛的士兵尚有不满之意，我们在和谈中天然处于劣势。我作为海奇岛的现人神巫女，该担当起这份责任，能请你助我一臂之力吗？该出发了。好久不见，九条沙罗。上次见面，是。
当时我们在你手上吃了不小的亏。话说回来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没错，他是这次和谈的见证人，他完整地经历了我们之间的战争，为现在的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我也是。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首先是海域管辖权的问题。战争期间，我们限制了海奇岛的打鱼人在明神岛海域活动，现在我们打算正式解除限制，但他们需要按照我们明神岛的税法进行纳税，才能将收获带回海奇岛。可以，不过在明神岛附近捕鱼的人需要受到天领奉行的保护，如果他们因治安问题有任何损失，天领奉行必须要出面解决。这一点我答应了，写到协约中吧。有天领奉行在，他们不会。感觉他们之间的谈判还算。接下来是人员往来和常驻军的所属问题。以前不管是我们的人去海奇岛，还是海奇岛的人过来，都会遭受到重重盘问。最终的结果就是彼此交流越来越少，很少有商人愿意跨岛屿经商。战争既然结束，那我提议由摄奉行选出一些商人主管两边商务贸易，需要有来有往，双方的商人都要参与进来，不能完全交给摄奉行。但据我了解，海奇岛现在急需各种物资，交由摄奉行统一调配，对你们也是一件好事。物资紧缺，我们自然有办法缓解。海奇岛物产丰富，也有许多外地的商人愿意过来。更何况这种事应该由审理加与我们谈，天领奉行应该没有这方面的全能吧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聊聊治安吧。我想让海奇岛的治安部队回归到天领奉行的管辖之。暂时来说不可能。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天领奉行统管到期治安，不可能一直放任海奇岛处于例外。卑鄙的九条家，你们勾结鱼人众，还想夺走我们海奇岛的一切。兄弟们，九条家不可信，大家跟我上。保护九条大人。第十六条，不，第67条，还是第73条？喂，到底要用哪一条啊？锦囊第几条呀？最后一条，不过暂时不需要你们出。钟盛，如今情况有变，你们先在一旁待命。放心，你们的诉求我已了解，接下来就交给我来处理吧。九条小姐，关于这件事你是……稍等，所有人不要动手，你们两个说吧，你们跟鱼人众真的有什么勾结？其实也算不上勾结。鱼人众有些人找上我们，说可以跟我们合作。当时我寻思，反正事实，但其实我们很谨慎，没答应他们，只说让他们可以先去海奇岛搞破坏。我们九条大人，我们跟他们真的没什么勾结，只是不久之前谈过这么一次。够了。回去之后，那可是鱼人众，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？别说合作，你们根本就不该和他们有任何牵扯。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鱼人众的主力应该已经从道期撤出了，
饶伤我们的那些人，似乎是想给他们的老大报仇。那个女人的部下吗？哼，看来是准早晚有一天我会亲。这件事确实是非常抱歉，因为我的疏忽才有这样的局面。我当然相信九条小姐能够，但既然天领奉行做不到上下齐心，我很难放心把海西岛的治安交给你们。无法反驳，这个议题暂时搁置吧，等天领奉行整顿完毕之后，关于商人的问题我也会和摄奉行那边商量，让双方都能参与进来。感觉沙罗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不少，这样和他应该……没想到海奇岛的军师除了擅长作战，谈判也是一把好手。希望下次见面我们还能像这样坐下来谈话，毕竟在战场上见到你太过棘手了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也要回去彻查天领奉行内部的问题。愚人众的营地被我们击溃，再过不久他们应该就会再和你们联络，想要从你们那……我建议你先不要放出风声，以免打草惊蛇，等他们现身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我会考虑的，非常感谢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下次再……珊瑚宫大人，我们回海西岛再说吧。珊瑚宫大人，您都知道了。你们闹事的理由我已经听说了，你们觉得天领奉行信不过，所以不想要和谈，想要……虽然从结果来看你们误打误撞地识破了他们的阴谋，但你们的做法我还是无法认。可是珊瑚宫大人，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伴，如果就这样停下来，我希望战争继续打下去，就算我牺牲了也没……我能够理解你们的想法，但你们不能强求别人为你们的想法买单。战争期间我们有过低谷，也打过胜仗，对你们来说这是一段，但其实在战争期间也有许多你们看不到的人每天都活在煎熬之中。海奇岛的人向往和平，是因为每个人都为战争付出了太多，他们已经累了，不该被你们又一次拖下水。我可是……我明白，这不完全是你们的错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我告诉你们要有战斗的意志，却没有告……不是珊瑚宫大人的错，是我们。不论如何，好，那我现在宣布，从今天开始成立一支秘密军队，负责保卫海西岛的安全，清理一切危险之物，所有像你们一样的人都可以加入其中，不过训练比较辛苦。珊瑚宫大人的意思是，从这次和谈来看，九条家短时间内不会太平。有人想要和平，就海奇岛向往和平，但也要有自保的能力。既然你们还有战斗意志，就从今天开始魔鬼训练，直到每个人能在正面战场上打赢两个幕府武士再说。多谢珊瑚宫大人。好了，去找五郎报名吧，今后记着，无论发生……如果再有下次，不管是什么……明白，从今往后多谢珊瑚宫大人给我们这个机会。
终于总觉得能量又开始下降了。辛苦你了，多亏了你的帮忙，还正在慢慢回复。我果然还是不擅长应对人多的场合，虽然比起之前有了不谈判之类的，下次还是交给我。其实以现人生，以前我只想赢下来，保证海奇岛的安定，但现在我发现仅仅这样是不够的，我要走的路还很长。不过没关系，一口气走不到的话，现在的我还不够成熟，可以请你留在海奇岛。